终于攞到手啦，颠覆呢个世界嘅力量。啊但仲未被忘却的过去，一场意外打破了人间界和魔界之间的阻隔，随之来的是无尽的麻烦和灾难。在斗争尽头，人类和巨龙达成了共识，他们缔结契约，成为守护世界的新力量。他们就是龙骑士。他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普通而不平凡的一日开始。啊，真是烦啊，刚刚睡着就要出动，被人睡多阵都不得的。头啊！我今天在这里场演唱会被人 cancel 了都未出声，你这个睡大头觉的有什么好睡啊？天牛大人呢？嗱，龙王天牛前来报道。实在太过分啦！边有你咁样对主人噶？吓！系系系，对唔住啊，主人，出动啦，主人，打怪兽啦，主人。你们来了，丁力回来了，今次情况怎样？那人已经疏散了，不过今次不说得笑，解决不到魔物管理局的人说要炸塔。这么严重？嗯，周围都是魔物，救他那时顺便搞定了几只，又搞到这么大阵仗，不如被他炸爆他，给我回去打机好过了。嗯，佢就系罪魁祸首啊！嗯，佢龙王金，吓咩咁话？咦？果然又系你啊！喂，咪有个龙子，就一定关我事噶！唔怪得知啱先唔肯跟过嚟啦！唔使再扮晒嘢啦，仲话唔系你？你哋冷静啲，听我讲先啦。咩声？我要关门了。
救命啊！龙骑士守则第三条，莫论危难，定要立身于前。呢度就交俾我，跟住落嚟就拜托你哋啦。丁力顶住就 OK 啦。咁跟住落嚟就系、是，乜我哋唔系谂住去救丁力嘅咩？虽然佢啲肌肉练到上晒脑，但系佢讲得出一定做得到嘅。喺呢个 moment， 最紧要都系搞掂呢批黄金先。你有办法搞掂？办法系有嘅，不过净系得我就搞唔掂啦，所以就要靠你魔音歌姬嘅力量。灵妹。你坐部电梯上去，然之后就咁。吓，唔系啊嘛，咁大整蛊，俾啲咁嘅嘢玷污咗，我仲点做偶像啊？醒目啊，知道我在这里。因为你知道我会来这里的。嗯。而且有问题就要有人去解决。而这个就是我们，就是龙骑士存在的意义。所以来啦天娜。嗯。天明日月。星汇万空，因契约之名，以命运境恶阵为我解放。在此，接你望光嘅呼唤，我赐你仙骑耀身。睇嚟你同丁力成功咗咯，咁就轮到我哋啦。增值。